政府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外国人観光客の受け入れについて、新型コロナの感染状況が落ち着いている一部の国からは、今月中にも試験的に受け入れ、6月以降段階的に拡大していく案が検討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少人数の団体旅行から認める案が出ています。連休後の感染状況なども見極めながら慎重に判断していく考えです。政府好，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个超级重要的新闻。哦，今天是2022年5月7号哈、哦。那昨天晚上的新闻，日本政府终于要开放观光客进入日本了哈、哦。疫情两年多以来，哦，好，那我们先看标题哈、哦。好，那我们看标题，外国人哈、哦，外国人叫外国啊、哦，外国叫。外国苦有没有？看一下哦，外国叫做外国苦哦，外国苦哈，外国苦。那外国景哦，就是外国人哦。观光叫什么？看客哦，观光叫看客哦，客人叫客苦哈。所以外国景看客客苦呢，OK 的是接纳，接纳哦，所以接纳外国观光客。塞开什么、哦啊、就是原本暂停的停止的塞开是什么再度开始、哦、再次开始再度开始也有人翻再次恢复那黑是往、哦、所以是要往什么所以日本政府是要往什么往什么那个方向前进往什么政策方向前进就是要、哦、塞开再度开放接纳外国观光客来日本观光哦，这是他们的现在的政府的目标哦。那为什么？因为以政府来讲哦，以各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讲，都是希望哦，就是严格控管啊哈、哦，因为这样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比较那个。可是日本的饭店跟观光业跟他的什么跟他的什么的日本语言学校那些都撑不太下去的哈、哦，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抗议，希望日本政府开放哦，哎，哦，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财团希望日本政府开放，哈、哦，观光业希望日本政府开放，然后日本政府就开放，就开始要开放了。好，我们看一下 ，Shikendeki ni 哦，试验性质的哈 ，Kongetsu 哦 ，Kongetsu 秋哈，好，这个秋什么时间加中就什么之中哈、哦，或者什么之内，所以。从 get 之秋就是今月中啊，这个是今月是五月嘛，所以是五月中还是五月内？哦，没什么跑这个哈、哦，好，好，阿妮是在哈、哦，所以他说什么这个啊、哦，在这个月内哦哦，摸也会有这什么 ，Shigen Deki 哈、哦、是什么？有试验性质的开放啦、啊，有试验性质就是先开放实验一下，先开放一点点外国。旅行团进来，然后看看日本国内的那个感染情形会不会上涨还是暴跌，哦，会不会上去还是下来？哈，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它就会大量开放。哦，那为什么？哈，因为去年的时候，哈，还是前年忘记，哈，就是日本奥运嘛，日本奥运就是日本整个民间都在抗议说，不要让那几万个那个什么外国选手、外国什么教练来日本比赛，那日本政府就会说要。哦，就那个时候，日本的疫情，我记得好像是原本是一天三四千，后来开那个什么要办奥运，很多外国人进来，就那个疫情爆到好几万，有没有？然后死很多人，哦，然后那次日本政府被骂到臭头，哎，好，所以他这一次不敢贸然开放，他就是说试验性质的哦，这个月中就试验性质的开放一些观光客、观光团进来，看会不会怎么样？哦，那我们看一下，政府哇，哦，政府是政府哈，所以什么？日本政府，哦，从，你要把那个，这个要大一点，好，哦，好，所以日本政府哈，啊，哦，往下看，从月之秋啊，哦，这个月中五月中啊，咪莫哈也啊，在这个五月中莫也，外国人看客客户呢，哦，外国观光客的
哦，以及补哦，啊，这个以及补就是一部分啦，哦，不是全部啦，就一小部分哦，一部分一小部分哦。好 ，5K 的哈，后面的 5K 的是这个接纳接受哈，所以要接受一小部分的外国观光客。筛开筛开是再度开始。好，哦，后面的 Kento Stemas 哈，好，这个检讨你很常看到，这个检讨就是开会讨论哦，开会讨论，好，哦，是。日本人做什么都要开一大堆会啦，哦，这个很烦，哦 ，Kento Stateu 哦，啊 ，Stateu 是状态正在哦，所以 Kento Stateu 是，就是要正在开会检讨哦，开会检讨说，哎，哦，再度开放观光客进来日本观光的这个事情哦，要思考很多配套措施什么的，好，哦，你看一下，政府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哈，这我们看新闻常常看到嘛，好。那个关系就是有关的嘛，那你跟政府有关的人就什么意思？就是政府官员啊，哦，就政府官员嘛，哦，那你有利 must 就是你有如头嘛，你有如头这个剧情是什么？根据啊，哦，所以根据政府关系者就是根据一些政府官员哦，一些消息来源哦。好，我们看一下，外国人，外国人，看客客户喏 ，OK 的，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是关于哦，关于说要接受这个。外国观光客哦，那个来日本观光哦，好，然后下一句，新卡达，新卡达，新卡达是新型的 ，corona 是冠状 virus 病毒哈，哦，所以新冠病毒呢，感染哈的感染 ，JQ 哈感染状况，噶 OGZ 的一路哈，好，我们这个 OGZ 图是冷静下来，沉稳下来哈。哦就稳下来，冷静下来，好，那我们这边给他翻什么？平静下来，哈，哦，平静，比较平，这个比较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感染的状况比较平静下来的，例如是这个状态的，哦，以及部呢，库尼一部分的国家，哈，就是那个国家的这个疫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一部分的国家，哈，一小部分的国家，卡拉是从这一小部分的国家，哦。啊，哦，挖是墙后面哈，空开之秋，哦，空开之秋，秋是哦这个月内，哦，这五月就五月内，哦，你是在摸是也 ，scan de 啊 ，scan de 起你哈，试验性质的哈 ，OK 的 ，OK 的是接纳哈，所以试验性质的先接纳一些疫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哦，这个地那个外国地区的这个人进来，哦，进来看看哦，好，下去 ，doku gazi。一口哦，这个以降要一口哈，一口就是之后哈，所以到这个六月之后哈，没有哦，然后单开 deki 呢哈，这个断接的哈，我们是翻阶段性的哈，我们阶段性就是阶段性就是慢慢的啦哈，嘎库呆哈，嘎库呆 stay 哭哈，好，这个 stay 哭是下去哈。这个动作一直做下去叫 take cool， 那 gaku dai stay cool 是什么啊？会一直扩大，会一直扩大，好吗？这个旅游吧，一开始先让一小部分人进来哈，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哎，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慢慢扩大，慢慢扩大哈，扩大这个可以去日本的观光人数哈，还有那个限制哈。好，这个案是方案哈，这个方案 kento sade day lu 哈。好，那个检讨我们刚才翻开会讨论嘛。那死路感染死路是被动嘛，齁，所以他说这个方案正在什么正在开会讨论，日本政府正在开会讨论，讨论说五月如果一些人进来齁 ,OK 齁，那个感染人数都日本国内感染数都没有再变很没有激增没有暴增的话齁，就是都齁，那他们就开始要赚钱了嘛，日本观光业就开始要什么航空业、观光业什么业，全部都要赚钱了，所以到六月之后就要怎么样，就要阶段性的扩大下去的这个方案已经在被检讨。那 TAILU 是什么？正在被检讨。哦 ，TOYU KOTO DES 哈，好 ，TOYU 如果放在后面就是这个有那个听说的意思啊哈，那 KOTO 事情，所以听说是这个事情啊，就听说了，就翻听说，听说是哦。五月试验性质开放一些，六月就要给它扩大，然后七月、八月，哇，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哦，然后一直扩大下去，哦，然后下去。旅客会社纳豆哈，好，纳豆是
等等的哈，所以什么旅行公司等等的哈，刚刚是强调前面强调说这旅行社等等的哈，看你是亚斯伊哈，好，我们这个五级句型哈，五级句型啊，这个不会不会有打屁股啊。好，连接型加亚斯伊是容易怎么样啊？连接型加你可以是不容易怎么样哈？哎，那你这边是看你看你。音读嘛，念起来像中文嘛，哈、哦。那看你两个字，我们说给这种名词，哈、哦，这两个汉字是名词没有错，但是它的意思很像是一个动词，好、哦，我们就给它叫做什么动词性的名词管理。哦，日本两个汉字是名词，但是日文两个汉字是名词，但是它很像一个动词，哦，很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给它加食物就变动词，所以看你食物就变动词。那你。连接型加亚斯伊是容易哈，那你死弱连接型是西，所以看利西亚斯伊是什么？容易管理的，有没有？容易比较容易，我们说哎，旅行社哦，那些比较容易管理的哦，少人数哦，少人数什么？少人数就是人数比较少的，哈、哦，所以啊，少人数人数比较少的哈、哦，比较哦，懂哈？就是哎，可能一车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哈、哦，不是一车，不是什么一大团哈、哦，几千个人那个有没有什么几十车几千人啊、哦，比较容易管理的，比较少人数的，团体旅游的团体旅行，看它是从这些团体旅行哦，有没有？米托梅鲁，米托梅鲁是承认还是认可还是许可？好，这个案是什么的方案？デデイマス哦，这个方案出来了，有没有？所以他们要开始。先试验性质的，那试验性质的不是什么，不是那种，不是个人就可以跑过去的、啊，不是我这种背包客就可以冲过去嘛，因为背包客不好管理嘛。哦，背包客如果你被发现感染他，你日本跑来跑去，他抓不到你在哪边嘛。所以他们要什么比较好管理的那种什么观光那个旅行社的观光团哦，要旅行社观光团哦，试验性质的先开放集团哦，没有，哎。然后先米托梅鲁先许可哈、哦，认可哈、哦，先认可说旅行社等等的哈、哦，这种比较容易管理的少人数的这个啊、哦、团体旅行哈、哦，从这种的这个方案已经出来了哈、哦，所以第一批去的人哈、哦，他已经有讲有几个条件了嘛，第一个就是那个国家还是那个地区他的这个染疫的状况哈、哦，就是那个新冠的状况比较平静的哈、哦，哎比较哈、哦，然后第二个是。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哈、哦，就是不是个人可以去啊，你要观光社哦，旅行社的观光团那种哈，哎、哦，这种可以先去哈、哦，下去连 Q 狗哦，好，这个连 Q 就是连续假期哈、哦，那这边的连续假期应该指的是那个啦哦，就是日本现在是在黄金周连续假期啦，黄金周就是那个礼拜连续放假啦哦，日本有三大连续假期。好，一个是那个哦年底的这个圣诞节哈、哦，到那个国历新年哈、哦、这一段哦，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黄金周连续假期哈、哦啊，第三段好像是那个中元节哈、哦，日本那个中元节连续假期好像是有这三大段连续假期是不是哈、哦、？OK， 好，所以在这边因为现在是这个黄金周嘛，所以黄金周。日本黄金周的连休连续假期那个哦那个后念狗，所以连续假期之后有没有？嘿，感染状況など哈，然后日本的这个新冠的感染状况等等的，もえ好み極め哦み哦你看一下哈、哦，这个是みる是看，那極め如是哦极致的还是救急的哈？哦哦，那合起来叫做 mi kiwa meru 哈，叫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看到极限哈、哦，就是看得很清楚哈、哦。哎，好、哦，那你哦，原本是 kiwa meru 嘛，那你要改成这个接这个五级句型哈、哦。这个 nagara 是一边干嘛一边干嘛哈、哦，所以说什么？他这边主持是什么？还是日本政府？所以日本政府要什么？要看要一。那嘎啦是一边要一边看得很清楚、哦、日本的这个黄金周连续假期之后的这个感染状况如果没有、哦、因为日本现在黄金周他们到处旅行嘛，全部日本整个人到处旅行，如果他们整个人国家到处旅行跑来跑去、哦、人挤来挤去，
哦，然后都那个感染人数没有很大的上升的话，哦，有没有？那他们就会开放了嘛。那如果感染人数他们自己都很严重的话，那他就比较不会开放了。哦，好，下去，新秋妮，哦，慎重的哈，副词慎重的，邯郸食物哈，慎重的来做判断。那贴一哭嘞，贴一哭是这个动作一直做到未来去哈，我们讲过哈。动词贴一哭这个动作一直往下做。哦 ，OK 哈，那后面的看该得死是想哈，所以他想要，他不是很鲁莽的开放了，他要先看看他国内的状况、国外的状况，然后慢慢去，然后什么看该如是思考，然后去思考，然后再谨慎的来慢慢的去慢慢的做判断，一直这样做下去哈。哦，不是懂哈？哎、欸，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为。日本的首相齁，只要执政党只要做错什么事马上就被换掉了啦，他们那个民意如果不高的话很快就被换了啦，所以他们怕开放很多嘛，现在开放是财团要要求嘛，观光业要要求嘛，然后你开放的话他们才有钱赚啊，不然他们会没有办法生存啊，没有赚钱没有办法生存，可是民众会抗议啊，你开放这么多外国人进来观光啊，就我们日本可能就本来就严重了，如果你要开放那么多观光那越来越严重的话，那老百姓会抗议啊，所以他要去拿捏，你懂什么这样子齁、哦、好，所以这个新闻就是这样齁、哦、好，那这个新闻齁、哦、那我有看到我们这边有更详细的齁、哦哦、我们这边有更详细的我有看到齁、哦、哎好，我们看一下，哦，什么富士新闻网哈，那这样，日本政府正在想哦，在考虑说要不要开放外籍观光客入境，哦，那现在是传来传去说哈、哦，先实验性的先开放要打过三剂疫苗的小型观光团，要三剂疫苗哦，像我只有两剂疫苗我就不能去嘛，哦，而且是不是个人哦，要那个观光社的旅行团，而且是小型的，哦，有没有？然后五月是这样子嘛，然后六月开始就松绑了，然后就越开放越多哦，懂哈？不过现在日本他们认可的疫苗最重要是这个哦，哦，就是要认可要三剂的哈、哦，第一剂、第二剂可施打或混打 A 粒、莫德纳、BNT 交生疫苗，但是这一句第三剂一定要打莫德纳或 BNT 哈、哦，所以你第三剂如果没有打莫德纳或 BNT 的哦，那你就。哦，那这一开始你就没机会去了，哦 ，OK， 懂吼？而且你还要跟团呢，而且一开始的那个早发团一定超级贵啦，啊、哦，我觉得一定超级贵，而且那个会限制，处处都会被限制，哦，然后，哎呀，也不知道啦，反正现在还不明朗，哦，现在不明朗，反正就是说，如果日本开就是。他开始要亚洲嘛，他开始要开放观光的话，那你看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要啊，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你日本？你要赚观光财，那我们也要赚啊！你要赚钱，我们要赚钱的、啊。所以，只要一个国家不怕死，敢先开放，然后真的没有死很多人哦，那其他国家就跟着开放哦。好，所以就是哈、哦，好就这样哈、哦，好。